第一步，将仪器放在稳固的试验平台上。第二步，将两条电源线分别插入对应的电源接口中。第三步，将消声器与真空泵连接。再将空气过滤器与真空泵连接。将胶管分别插入仪器和真空泵对应的接口中，并用电源线将真空泵与仪器连接。第四步，在两侧的涂膜支架上安装随机所附的负重砝码，再将涂膜支架往后搬起，搁在后面的支撑杆上。第一步，在开始试验前，可先启动仪器，旋转调速旋钮设定速度，一般推荐的涂膜速度为每秒8到10毫米。第二步，将准备好的涂布底材放在真空涂布平台上。第三步，开启真空泵上以及仪器面板上的真空泵电源。本仪器适合各种不同形状大小的涂膜器以及涂布棒。放置制备器，然后放下砝码压好。第四步，将样品放置在基材表面上。按下启动按钮，即可开始自动涂膜。第五步，涂膜完成后，如有多余的样品流入到右边的试验收集槽中，松开收集槽两颗螺丝即可将其取出，方便清理。仪器操作完毕。